保养乡这几年来，伫咧乡镇口文凭积极推动之下，几个社区陆续来成立着关怀据点。不过，新社区的物资总是会较欠款，因此汇捷贸易公司是特别来捐赠着现金50,000元，建良团家公司嘛来捐赠200斗的白米。透过乡长柯文平的文山和保阳乡的时段来加菜。保阳乡长柯文平表示，自就任了后，一直正积极在推动社区长照，希望让长辈会当得到更好的照顾。惠捷贸易公司以及建隆传家公司感受到公所用心，是来捐赠50,000块的现金，加200斗的白米，要来给这挂社区加菜。我们感谢哈惠捷贸易有限公司哈，蓝惠宏董事长哈。捐赠新台币50,000元，还有我们建隆传家公司哈林宽田董事长捐赠白米哈200斗哈，以及我们就是分送给我们的社区关怀据点供餐使用，啊我你们送来的爱心哈，啊我们一一分送出去这样子哈，啊看到阮社区哈，阮一定会认真拍拼，因为我们今年新的社区会比较多，所以我们物资比较缺乏。很感谢我们这些很善心的企业家哦，出钱出力来力挺我们，我们也很感动。我们也会秉持哈初衷哦，一直为我们的长辈哈来谋福利，来办更多更好的关怀据点。收到这笔加菜金，有在举办共餐的社区拢真欢喜。乡长们来颁发感谢状，感谢这挂善心企业的爱心。大庄新闻林桂英、博洋采访报道。